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作曲填詞人李俊一。2022年 Maka 流行曲創作大賽又來到了，今年非常榮幸可以作為評審之一。同樣地，今年我們會選出八首入圍的作品，以及選出冠亞季最佳作曲、最佳填詞和我最喜愛作品的。作為評審之一，我希望可以給一些 idea 給大家，怎樣可以有機會贏出一場比賽呢？其實不外乎六個字而已，就是創意、創意、創意。因為其實所有評審都在業界裏面做了很多年，亦都曾經聽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歌，所以大家都希望可以聽到一些新的聲音，一些不同的元素。所以我覺得作為參賽者呢，如果你能夠大膽一點去挑戰自己的創意，我覺得你能夠勝出的機會一定會大大增加的。祝大家好運。